是老挝的老师，我们是老挝人学校的学生，他们是七年级和八年级的。我们今天过来参加孔子学校的活动，啊，非常感觉非常好。我们来干什么？吃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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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韩云倩。我叫张花子。我们待会儿来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来干什么？